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实现简易任务管理系统这一系列课程。这节课呢，我们来到这一系列课程的第15讲，其实也就是我们第六个共同点 API 的这个编辑与新增。这里面呢，我们还要先完成上一节课的一个遗留问题，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登录的这一块的 API 是 token 认证这一个东西这一个内容。之后呢，我们才会去完成这个新增和编辑 task 的这样一个 API。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如何来实现这个 token 认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我们的代码。当然，我们还是得先让它跑起来。好，跑起来之后，我们才看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效果。好，注意看，这儿生成了一个 pass 文件，这个地方的话。是由于我们在这个 DB 的这个地方执行了一个初始化这一段代码，导致了它有这样一个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先可以把它删掉，把它初始掉。好，这个是没用的，就是我们用的是 UserDB 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前面的一个课程里面呢，我们说到了，我们会在这里面。这里面应该会有一个，注意了，登录的一个 API，所以说我们这儿要先写好这样一个 API，登录，那肯定就是 user login。好，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当然还会跑我们具体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应该是做些什么事情呢？就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 user busy 里面去。找东西，好，这个地方的话就需要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login。当然，这里我们就随便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话，我们这边是不是就也可以使用我们的 user busy login？好，这边我们就先 response 点什么呢？send OK，或者是 send 一个 true。当然，我们这儿可以写个 OK。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边测试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到了？好，我们点一下。啊，这个都没用。好，login post 看一下我们这个三个叉叉叉是哪个地方来的？哦，实际上我们这儿已经写了一个了，我们可以先注掉。实际上它会走到我们这个 user busy 这个 login 这个方法里面来返回我们的这样一个 OK，我们可以看一下。好，正如我们所预期的一样。既然一样，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加入我们的这个认证了。在当我们登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传递多少个参，传递什么东西呢？传递两个参数，一个是 RE，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 username 登录嘛，毕竟所以说我们肯定会有这个 username，所以是怎么来的呢？这样来的，也有一个什么呢？password。登录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传递这两个参数到后台来。传过来之后，我们就要怎么做呢？传过来之后，我们就需要拿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去校对，也就是使用 db 点 user 点 find one。好，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使用这边的。username 和 password，username 也就是我们的 username，然后 password，我们要去找这样一个对象，找到之后，好，注意看呢。访问数据库，然后去找对象。找到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
如果有错，那么很明显，我们就肯定直接让它抛出去就好了。有错我们就直接抛掉。比如说我们找不到，那这个地方就直接找不到。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如果这个 user 等于空，如果没有这个 user， 那么我们很明显也需要抛一个错。这个地方抛什么错呢？就是说登录失败，请重试。好，我们来试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很明显就是登录失败请重试，因为我们这儿没有注册用户，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没有用户。好，继续来。那当然我们如果是正常的情况，我们应该走哪种情况呢？也就是往下走。如果是正常的时候，当然我们记得要加个 return。 为什么加 return 呢？因为当我们出现错误之后，我们就不希望它再往下走，所以说我们最好是加一个 return 回去。如果登录正常了之后，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呢？生成一个 token 然后返回。那这个 token 应该等于什么呢？好，这个 token 的话其实是这样生成的，因为我们在前面课程里面讲到了，我们会有用到一个包叫 express.jwt， 其实它呢只是帮助我们验证这样一个 token， 所以说我们要生成 token 的话，这个工具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这个东西 JSON Web Token。 看一下，其实这样搜，看一下，其实也就是它的，也是它的这样一个库。用它的话，我们可以生成这样一个 token 的一个数据，然后呢就更实用一些，所以说我们要按照它的这个方式去安装 npm install JSON web token。 记得这个要 save， 因为我们是这个运行时的一个依赖。使用它到它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看一下，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生成一个 token。 所以呢我们要生成 token 就需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引入这个包，其实我们就直接叫，我们先把这后面这个名字给打出来， JSON Web Token。先就叫 JWT 吧。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它来帮我们来生成一个 token。 这个 token 里面的话，其实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包含的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username 就好了。我们直接把这个 username 加密进行一个 token 的一个生成。然后呢我们再 response.send 我们的这个 token 回去。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登录也就算是成功的。这里为了更好的一个更友好的一个显示的话，我们可以用 response.json 这种方式来回传。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好，当然现在还这边没有启动，所以说它还有问题。好，现在来看一下呢，看一下现在很明显是登录失败，因为我们没有创建用户。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怎么做呢？创建一个用户怎么创建？当我们在 db 初始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db.insert
username 进 password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初始化了就有数据了。然后我们在这边也传递这样的一个数据 ，username 为进，然后 password 也是它。这样子的话，看一下没跑起来，因为这儿哪儿有错误，所以导致它没有跑得起来。看一下 ，insert 一个对象。这里我们用标准简单一点，不要用这种。好 ，admin 看一下，现在是哪儿有问题？哦，我想起来了，由于我们这边没有传递有一个参数，什么参数呢？也就是我们在加密的时候需要传递一个。参数是哪一个怎样子的，看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的要加密的一个对象，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的 secret 这个东西。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 config 里面配置一个 secret password key secret、okay.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利用我们的这个 config 来读取这 query 好 config。 当然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第二个参数就有了 config 点Secret。 好，看一看，现在这个请求是没有，哦，没有启动。看一下，当我们这样一起使用之后，我们这个 token 就生成好了，所以呢这个样子的话就算是我们登录成功的。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细节其实可以处理，这儿我们就不再仔细的去看了。这里找不到，我们用 arrow 就返回成功之后就登录。这个 token 有什么用呢？这个 token 当我们使用有了之后，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用它来校验我们这样一个用户了。在生成这个 token 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事情要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要回写到我们这个 users 这个里面去。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数据是这种样，这种造型的，所以这边我们其实要回写回去，而且这个 token 的有效期我们也是要做处理的。所以呢，我们这里要 update。这里面我们要更新应该怎么做呢？很明显肯定是 update 这样一个方法。那么第一个应该更新什么东西呢？更新了一个对象，我们这里边最好了就是用我们的这样一个组件来使用。这地方其实我们可以找得到 user.id，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组件。找到之后第二步就需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更新的一个字段。这地方呢，其实我们要更新的字段有几个呢？有两个，一个是 token， 一个呢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time， 所以呢两个都要加上。好，注意了，这个 time 应该怎么来算呢？很明显我们这个过去时间是有一个算法的，我们先给它等号，先等过来。其实呢有一个叫什么呢，这电脑当前时间加上一天，一天应该是多少毫秒呢？一毫秒乘以60秒乘以60分钟乘以24，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一天的一个有效期，所以呢，它的过期时间也就是这个。这样设置好之后，我们就能够通过回调来判断它是否更新成功了。这个地方是同样是一个 arrow，然后呢是我们的看一下，这个是看起来是比较长的。error。这个地方如果有错，很明显，我们也需要直接错一个出去就行了。有错我们就直接抛错，如果没有错。或者说受影响的函数为零，如果它是等于零的，比如说我们的 is，如果它是等于零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做呢？当然，很明显也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登录失败，请重试，因为这边写入失败了，之后才是我们真正的这种返回值。看一下，其实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两个操作，我们登录，然后呢会设置一个过期时间。好，那么关于登录的这个 API 的话，可能就先到这里，然后呢才是我们这个新增编辑的这样一个 API。好，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新增编辑。当然，我们这儿。再生成一次看一下，好，没问题的。另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哦，等一下，这里再扩展一下。当我们每用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什么做呢？可能会把我们这个 user 信息给它多返回一些，所以呢，这边可以考虑把 user name 也给返回。当然，这我们就不需要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什么呢？我们的这个，新增编辑 task 的一个 API，这个地方的话，我们首先有一个 route，有一个这个路由，表示是我们这个 task 的这样一个路由。当然，具体的代码就跟这边一样的，我们直接拷贝过来就好了。背过来就好了。当然，很明显，我们这个地方也会用到我们这个后端的一些东西。我们这儿就暂时不管。好，先把整个的一个格式给拉出来，exports 等于我们的这个 router，然后中间的填我们的这个内容，这里面呢就有一个 post task。然后呢，还有一个 get task ID，还有什么呢？get task。其实 get task 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列表。然后呢，get ID 就是单个的一条数据。然后 task。当然也是 ID，当然如果这个是 post 的话，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新增，当然 put 也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修改。新增、修改、查询，然后查询所有。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边要用的一些 API。当然改了这边，那我们这个地方的写法也就需要变更一下了。这儿就还有叫什么 task routers，然后是使用这个 task。当然这里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循环的方式自己去写。当然这我们就没有这样去做了。
现在呢，我们这个路由也就注册上去了。我们第一个做的就是什么呢？新增这个 task。既然要新增，那我们也要在这个业务层建立一个什么呢？ task biz。 看一下这边的这几个东西都是需要的，所以先拷贝过来。好，这里呢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这个任务的一个存取。这地方任务我们需要存取哪些属性呢？我们这儿可以先列一下。首先呢是我们这个 task 的一个 name 名称，当然我们也只需要这样一个名称就好了。之后呢可能就是一个 creator， 因为这个任务呢只能是自己创建的，所以说呢它不需要我们的这种什么呢，也就不需要我们这 creator 的这样一个 name， 就是一个 date 就好了。然后呢有一个update 更新时间，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呢， states，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状态。那么存这样一个几个属性呢，其实已经能够满足我们这个 task 的一个需求了，从我们的这个前台的一个结构上来看。那这里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所以呢好，还是 exports， 当然这里我们就需要直接列出来。第一个是做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叫 add task， 添加任务。当我们在做添加任务的时候，我们要取什么东西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 body 给它拿出来。其实我们认为它是这个 data，我们就认为它是 body 吧。然后我们要来构造我们的这个 data， 这个 data 就等于什么呢？ data 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些属性。如果是新增，那我们这 create date 和我们后面的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当然我们这个状态的话肯定是未完成，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用一些状态值来表述，比如说我们就直接写未完成。然后 task name 的话也就是我们这个的 body 里面的这样一个 task name。 所以从新增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个 task name， 那么这个任务呢就可以创建成功。当然我们真正要做的还是访问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tasks.insert。 注意了，这个 data 我们就是不是应该就是这样一个 data，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生成好我们的一个 task。 当然创建任务是如果有错很明显，我们也需要这样去处理。当然这里的话我们还需要最好的是在这里记一个日志，但是关于日志这块内容我们这儿就没有再去细讲。好，这里更简单点，如果没有 task， 我们使用这一段，没有 task 就创建失败，如果有错误我们就直接给这个错误返回回去就好了，否则的话我们就直接什么呢，返回一个错。好，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返回就有了。所以在这边当我们新增 task 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跑的就是这段代码，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是需要先进行一个实例化，
引入进来，并用 Require。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当我们 add task 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当然，我们这个 API 是一直有的，所以说我们这儿就不用了。task， 当我们提交 post 的时候，我们需要提供一个 task name， 然后 OK， 看一下，他说我们这个什么呢 ？Not found。我们得看一下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导致它这个路由没有匹配上去 post。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路由，这里 post task 这个 router 是注册在我们的这个API 上面的，所以呢，我们肯定是 API task， 所以这边没有问题。重启看看，然后看一下，原来是这里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在哪儿呢？我们从这个错误信息里面来注意一下。其实它这个地方报的就是我们这个 route 里面的这个 task， 这个出错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地方出问题了。那这里哪里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参数呢，可能是比较少的，所以呢，我们这儿可以这样来做，我们整个的都把这个传过去，先占个位，好，再来看有没有错。哦，也是有这个问题的。他说我们这个 post 要求一个 callback， 不是一个对象。post 要求一个 callback， 说明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这儿有可能是错了的。我们这个 route 里面往回退一步。Route 退一步 ，BIZS， 其实从这儿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没有认识我们这个 taskBIZ 里面的这个 add task 这个方法的。这个原因的话，哦，大意了，看一下。这边其实没有显示的声明这样一个导出，所以呢，导致了这样一个问题。看，现在已经成功了，所以我们这儿，哦，没有 insert， 这个地方什么原因呢？在我们初始化 DB 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这个 tasks 给初始化一个出来，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这边的一个问题了。db_pass 加什么呢 ？tasks_db。好，这里其实可以列举一下这个 task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结构。好，这儿我们就不再详细说。我们看一下，访问一下。database 又写错了吗？哦，怎么总是犯这种错误呢？看一下，既然 data 不仅要指明它的这样一个 DB， 而且还需要让它加载，然后当然写入我们这个名字也是必须的。再看一下 true，
出的话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创建成功的。创建成功，我们还需要怎么做呢？还需要 get。这里我们还有 ID 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去查一个 task。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 get task。然后如果是一堆的话，就应该 get tasks。所以呢，还有这个 put 也就是我们更新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叫 update task。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几个方法给填充完成。add task。要 update task，同样的，我们这个 body 肯定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它的 body 给取出来。然后的话，我们既然是要更新，那很明显，我们首先要找得到它，所以呢，我们要找到它。这个地方呢，我们最好是通过这种 ID 的方式去找。找到之后的话，我们再来说更新的事情。未找到要更新的 task，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 task 是空的，那么就明显找不到。之后呢，我们再来做具体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操作。这里面更新的话，我们轮做的地方有几个呢？其实呢，只有一个名称可以改，一个呢是它的一个状态可以改。所以呢，我们这儿要改的其实也就是名称和状态这两个东西，这两个属性。所以我们这边的一个更新的话，也就是 update，找到我们的这个 ID，这个 ID 的话，我们可以用它的 ID，然后呢，我们来 set 要更新的一些字段，最后来看它有没有错，replace 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构。要更新的字段有哪些呢？状态，这个，所以呢，我们可能的设置，也就是 task name，还有这个。但这个 state 的话，也是需要通过这个 body 里面的这个情况来找的。当然，这个地方找不到，我们这儿就需要进行一个独立的一个判断。当然，出错了这边也是一样的，这里就需要三种情况。如果出错了，好，很明显就直接返回错误。如果它这个受影响的一个函数是什么呢？是等于零的，那这个地方就直接写更新失败，请重试，否则很明显。我们就直接出一个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更新 A 的 update。之后呢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既然有 update，我们也需要在下面给它指出来，公开。这边呢还有两个叫 get task 和 get tasks，当然我们这儿也先给它简单声明出来就好了。get tasks，get task，写法其实都大同小异，真正的处理逻辑全部在这里面来做就好了。好，get task。然后这儿我们就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节课就先把它给简写一下。
这样的一个结构之后，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因为刚刚我们添加有 task， 所以说我们猜测这样一个一是有值的。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应该用 get 啊 ，get task。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一 ，get tasks， 看一下，这样是不是请求就已经完全匹配上了？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由于时间的一个关系呢，哈，我们这节课就先到这儿，其他内容我们就下节课再说。当然，课后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也就是什么呢？根据自己的一个思考的话，来完成我们所演示的这些 API。这里面就自己还有一些缺陷，还有不足都没考虑到的一些地方的话，就需要大家自己去来多思考，然后完成。好，那我们下节课再见。